来了，兄弟姐妹们，认识这个吗？经我多方打听啊，这个叫个后啊，他在地球上已经存活了有1亿多年了，据说他的血液是蓝色的，非常有医药价值啊。如果你也是第一次见，手机还有电的情况下，能不能给留下一个双击？加个关注啊，每天能不能赶海捉海鲜玩喽？又到了一年一度出海的季节，每年的这个季节，咱们当地的渔民啊，都会把自己的船给修理修理，为了来年的更好的丰收，满载而归，一帆风顺。亲爱的兄弟姐妹们，如果手机有电，麻烦点亮个红心，祝天下渔民鱼虾满仓，一帆风顺。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？我在佛前苦苦求了几千年，愿意用几世换我们一世情缘，希望可以干。这海边只要刮大风啊，就时有搁浅这样的鱼啊，这鱼特别邪门的，只要一条搁浅，另一条鱼也会默默陪在旁边，不离不弃的啊。这鱼嘴长得非常的突出，有得了且见到这么长嘴古怪的鱼，他随手就捡了红心。不给红心的朋友加个关注，看我直播带你赶海玩了。经常听渔民老大哥说，这边水域有大货出没，这是前两天放在这边的八爪鱼神器，来给他提上来看看收获如何。我的妈嘞，有货有货，竟然是条大八爪鱼啊！头一次见到这么大八爪鱼的老铁，扣个一，这个作品就给一个双击嘛，反正双皮又不要钱，就给一个嘛。喜欢户外赶海的加关注，看我直播。